哎，这话说得好。我就是想把我的想法表达一下，我想让大家一起帮忙帮我见证一下。啊，你不是想见金秀贤是吧？我想见的呀。想见啊，我们看看能不能见到啊。来看到 VCR。我们邀请他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一次都敏俊和金秀贤的出现对于男性在爱情当中的作为有一次大的浪潮，很值得我们男性反省啊。你看这一次女粉丝们的追星没有像追李敏镐那样尖叫狂热，粉丝他们嘴巴里面所谈到的更多的不是帅，是400年只喜欢一个人，